所以你现在突然觉得你太太好很好啊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这样啊？你看来还真的是不错的。对啊，我真的是有一个好太太，但我不配拥有啦。哇，高招啊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没想到，没想到干老婆可以用这一招的。我坦白告诉你，真的，人家他到处哦，走到哪里，连退休的时候，那个花圈花篮多到不行啊，真的，还请一个发财车把他载回来，人缘就是一个成功的女人哦，背后都有一个不堪文论的男人，我就是那个男人。你这句话我要送给我真的真的，我就是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不堪文论的男人，真的，他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是怎样的女人？你看你每次讲话都要再重述一次，他都要再重新讲一遍，又要背起来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我有这种感觉。哦，按照企业家成功是说，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三四个女人。所以一个成功女人背后有一个不堪文问的男人，真的，生命就是匮乏的表现，我就是匮乏这一方面。